欢迎收看姜Style频道，我是姜姜。今天呢，蝙蝠侠跟着他的伙伴来拯救这边的市民。那我们现在被这个僵尸围绕着，哎呀 ，Robin， 帮我射击一下僵尸好不好？都交给我吗？哎，我用这个枪可以把那个僵尸锁在一起。Jesus shit！ 哦，你看，这个链子居然还可以走路哎，麻烦一下好不好？控制一下，天哪、啊！会帮我射击一下吗 ？Robin， 你还在干什么？靠、啊！我只能靠我自己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来来，拿这个近战武器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斧头嘞？啊！我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喂，啊的，哦，还可以站起来，来吧 ，Robin， 不要站在这边看戏啊 ，Robin！ 天哪，这些僵尸也太多了！哇 ，Robin， 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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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僵尸太多了。我的伙伴在这边发呆，完全派不上用场啊！我的，这个没有枪是不行的，我还是拿出我的枪吧。哦，又爬起来了，过去，还把那个锁在这个杆子上面。好的，终于摆脱那些僵尸了 ，Robin， 走。我们去便利商店抢一个东西，不对，搜刮食物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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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把风一下，我要抢一下东西了。哎，这什么？洋芋片？还有什么罐头？蝙蝠侠也是需要吃东西的。把风一下，哎，后面有僵尸啊！快点干掉他！再等我一下，我快好，哎哎哎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了。哦，兄弟，你马帮帮忙，僵尸都走过来了，为什么一直追着我跑啦？阿本周，我们要在天黑之前跑到对面去。我们先设一下路标好了。这边有我们的队友，我们先过去了。Robert， 你真的很不尽责哎、欸！好，你们两个合在一起吧。哎、欸，又爬起来了。你去旁边站着。这台车可以用吗？啊，它在冒烟了啦，不能用啊！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用它。飞吧你！飞过来了。飞过来了，再飞，哈哈，哦，你居然没事哎 ，Robin 快，哦，前面一堆僵尸啊，我们需要赶路，快点快点，去旁边站着，杆子锁住，去旁边，锁在上面去好了，啊，我可以用飞的嘛，真是的，用飞就很快哎，哎，我要掉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兄弟跟上，兄弟啊！去旁边，快点，兄弟，我们快点过去好了。这僵尸也真的太多了。老兄，你真的在散步吗？还是逛大街？去旁边站着，都过来。哎呦，又有一间便利商店，快点快点，我们需要物资啊！走开！不对，这家是卖衣服的啊，我不需要穿什么衣服啊，我的黑色装饰很帅的。嘿、欸，哦，啊，不用管后面，我们看前面，看前面啊 ！Let's go，Let's go！
前面有个超市哎，超市可以进去吗？哇，糟糕，已经天黑了，僵尸会，应该是用，会跑吧？我们改一下，会跑的僵尸，增加刺激感，这样你就不会慢慢的走吧？快点啊，你走快点好不好？真的不合群哦。OK，我们赶快走一走，躲避这个僵尸。没有人看到我。僵尸跑去哪里了？不管他了，这不是重点。我们要跑到对岸去。还好这个乡村这边人真的不多啊。哪里哪里哪里？哦，不要跑过来，去，跟他合体吧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哦，你终于会射击了。哦，合体，去旁边。哪边在叫啦？叫的好可怕啊。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你锁住！又一个走过来了。Robin，Robin，他被线绑住了，他还可以走路哎。去，合体吧你们。快，我们快到目的地了，快点，快点。我先把这个僵尸处理掉。哦，它飞起来了。哦，哇，它也飞好高哦。什么？你没事吗？再一次。我们的伙伴呢？刚才有一台车的，这蝙蝠车不见了。哦，都是你啦。应该是不会被僵尸开走吧？怎么办？我的蝙蝠车不见了，那我们只能徒步前进了。我们在这个中间呢，我们想办法去机场好了。我们到这个机场，哪边来的僵尸？哪里有声音？还好还好，快点，我们去人多的地方，不对，应该是车多的地方。想办法修一台车，然后开到目的地去。走开啊！能飞的，可以修车吗？走开啊！哎呀，没有东西可以用啊！哇，车子修不好，没有工具可以修哦。哦。是不平静的夜晚。我也飞太远了吧？合体吧，你们不要追过来了。我那台车要爆了啦！飞吧你！哎呦，爬起来了！啊，Robin，救命啊，Robin！我们到蝙蝠侠也是会害怕的，因为 Robin 在我后面呢。我勾到谁了、啊？应该不是勾到 Robin 吧？走开啊！没听到吗？走开！来搜刮一下物资啊！但真的没办法开车，飞！飞！刚勾起来那一瞬间被 Robin 打飞了，可是他没有挂啊，他挂了吗？哎呦，你真的很烦哎！我飞出去了，No！来，他飞回去一下，他卡住了，破图了，糟糕！好，我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这也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太多了，Robin，近战，近战，快点，近战！
先站啊！走开呀、啊！走开！哇塞！要对我射击啊，兄弟！打僵尸不是打我 ，OK？ 哦，帽子很帅哦，来！哦，他还活着！不要再站起来了，去飞起来吧你！你在打鸭子吗？来一次，打鸭子！哦！哎呦，草丛跑出三个大汉，合体吧你们！飞！哇呼！整个玩起来了。飞吧！哇，我来加点火光效果好了，这样飞起来比较有 feel 啊。哎、欸，应该是个，这样子我就会烧到我的兄弟了。飞、欸，走开！飞呀、啊！哇呼！哎呀，哈哈哈！我打到我自己兄弟了，他飞起来了。哎呀，哇塞！哇塞！哎，哎，不会飞吗？奇怪，刚才会飞的、啊。哦，车子爆了啦！哇，好邪恶的蝙蝠侠！哇，这个光影不错哦。I am Batman。兄弟，我们走吧，因为这车子被我炸毁了。我们还是徒步前进吧。这尸体可以飞吗？飞哟，飞不起来。我们只能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前进呢。这台车，飞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！所以它能飞的只有那种人物哦。来吧，哥哥带你飞，飞呀、啊，飞高高。哎、欸，那个人是怎样？要跳海喂鲨鱼吗？我来帮你，飞哟！哎呀，飞错边了啦。好 ，Robin 不管了，我们慢慢前进。你再跑过来，我就射给你，飞吧你。好咯，兄弟，我们继续往前进。这里僵尸太多了，你们两个合体吧。哦，天啊，蝙蝠侠不适合在这种空旷的地方跑步的，他应该是在高楼啊。真的不能修车吗？走开啊！可以修吗？我还是没有那个工具啊，要有工具才可以修车啊！哦，天哪！走开，回去吧你！哦，照亮一下大地。还好火焰子弹可以让他们安息了，至少不会再爬起来。哇塞，后面全部都僵尸啊！兄弟，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。看看还有多远，还有一大半路哎！兄弟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只能用跑的了。还好沿路风光明媚，没有什么僵尸啊。顺便看一下风景。多么的惬意，但是至少是跟妹，不是跟帅哥啊。终于跑到机场附近了，我们想办法再靠近那个机场那边再偷一辆飞机好了。快，我们必须要穿越这一堆僵尸啊！一堆僵尸挡住我的去路啊！好，前进。
他们跑不快，快点快点，机场就在前面啊，加油啊！跟上跟上，好，好啊！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飞机啊？飞机飞机，赶快出来！让开啊你！什么？居然没有飞机？求了求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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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发现了，太好了！快点上来上来，好，准备起飞了。兄弟，看来只能我自己走了。不要怕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再见 Robin， 我们下一集见了。哇塞，我的披风居然会超出这个飞机耶，超怪的。那飞机居然不会有灯光啊。啊，我再回去接他一下好了。我来了 ，Robin， 不要怕。咻！哦，天哪，摔倒了。The Robin， 我们就召唤我们的飞机吧。是应该只剩下 F16 可以召唤的。我看一下有什么飞机可以召唤一下的。哦，有位兄弟。是不是说过会带你一起走的？哎，啊，你怎么不能上来？难道只有我可以坐吗？别闹了，兄弟啊，就一个位置啊，只有一个位置。那，好吧，我们先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。我跟你呢，想办法逃出这个地方，下集再见喽。